我哋發現最差嘅公廁咧，都有一啲共同嘅元素，包括咧就係地面濕滑嚇，佢哋個濕滑程度咧，正如頭先所講，係整個廁所都咁濕滑，包括係廁格內、廁格外都係有同樣嘅情況。第二咧就係一啲情況最差嘅公廁咧，佢哋咧就有一個異味嘅情況，非常之厲害。呢個異味嘅情況咧，亦都係不論廁格內、廁格外，甚至咧係喺廁所之外咧，喺遠可能咧一至兩米嘅路程咧，已經聞到嗰陣嘅異味。第一，我哋咧希望政府嘅部門咧可以就係咧加強人手去巡視一啲公廁嘅情況啦，同時咧亦都係加強監管我哋嘅承辦商，希望咧可以改善到公廁嘅情況。第二咧，我哋咧係希望食環署啦同埋康文署咧係可以參考我哋市建局嘅做法，主動咧去到更新同埋改善自己嘅工程，改善咧公廁嘅一啲抽風系統啦，同埋咧係為呢啲公廁咧安裝離子空氣淨化器，咁啊盡快咧改善公廁嘅異味啦，同埋咧地面濕滑嘅問題。第三咧，我哋咧亦都係建議各個部門咧提升旗下公廁嘅內部設施啦。咁我哋咧呢啲嘅內部設施咧，包括頭先俾過大家睇嘅一啲洗手盆啦、尿槽啦、馬桶等等，希望咧呢一啲嘅設施咧喺提升咗之後咧，係唔會再有咁多嘅積聚嘅污垢啦，同埋含菌啦，希望咧都可以確保市民咧能夠使用優質嘅廁所設施。